你今天叫我们出来要帮你干嘛呢？帮我跟我在红蓝 CP 上认识的一个小姐姐告白，我跟她聊了快一个礼拜了，觉得她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们都还没见过面吗？对。那这样如果她来了跟你想象不一样，或者说跟照片上不一样怎么办呢？我相信她不会骗我的。那她什么时候过来呢？她现在已经在四号门那边等我了。哇，这么漂亮的吗？你觉得那个像吗？请问你是叫希拉吗？你是谁？我们是有一首歌的，许诺叫过来让你一起玩个游戏的。许诺，那他人呢？为了保持神秘感呢，你要先玩游戏才能告诉你哦。可以，那来吧。希拉，你听得到吗？可以啊。我们在红蓝 CP 认识之前，你有没有跟其他小哥哥奔现过？当然没有啦。我跟你出来见面的话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如果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，相信你是照片，而不是照片。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？我看你在红蓝上面晒了特别多古风汉服的照片，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可以很酷也可以很甜的女生。万一今天见面之后，你发现我是一个胖胖的女生怎么办？那我就陪你减肥呗。胖胖的女生瘦下来都是潜力股。戴上我们的面具，去美食街三楼，他过来找你哦。我爱你。跟男生奔现，你就是做了多大的勇气和决心？因为考虑了蛮久，他在红蓝 CP 上发的照片，就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你觉得在红蓝 CP 上认识的女生靠谱吗？个人觉得是特别靠谱的。像我跟他的匹配嘛，就是因为相互喜欢才匹配到的。进行了上面的一些小游戏的，上面是有游戏的是吗？对对对，是有一些小游戏拿来增进感情啊，或者互相了解一下。摄影师听到没有？赶紧去下雨呀，不然你天天找我给你介绍对象干嘛呢？行，那接下来你要自己去找了哦。真的，你不是说了来帮我的吗？穿上它，然后去找它，我就帮你。我找你来，你这么搞我吗？我的照片会被我的兄弟截屏，然后到东车站去接我。在人群当中成为最靓的仔，在那个美食街的三楼。好，坐方向，坐边的。我现在都脱掉了吗？我走了吗？我一眼看到那个粉色的，我不穿他们不在乎。既然你喜欢，好吧。你爱过，我们再也不需要借口。好了，希拉，你觉得她穿裙子好看还是不穿好看？我觉得穿裙子蛮可爱的。这就过分了啊！那你愿意以后为了她穿裙子吗？你想看我以后穿着裙子跟你过？其实蛮期待的。穿我穿。见到的时候觉得差距大吗？更漂亮了。之前以为高冷一些，就没想到这么难。我可难听了。是吗？对。最不能接受另一半做什么？一定要喜欢小动物。从小到大都是养猫养狗养小动物的。阿拉斯加在意吗？阿拉斯加能驾驭吗？这个狗毛问题吧，我尽力。那狗屎呢？一起捡狗屎吗？我想问的话，铲屎谁来铲？我。你是吧？回答那个电影犹豫。没有，我在思考一下阿拉斯加的分量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游戏环节。哎，男生，你平时投篮咋的？投篮一般，我一般上篮扣篮。好，那今天游戏就是挑战投篮机，一分钟内要达到60分哦。来，倒计时60秒，零两分，秒，最后20秒，一半分数都没到啊，还28分，没用了，没用了，接受我们的惩罚吧，好吗？接受惩罚吧，你的右脸从这个保鲜膜钻过去哦。哎，这也算是投篮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投空了。我脑袋太大，可能会卡在里面，你们觉得？我觉得挺巧的，是刚刚好。顺便帮你兄弟做一下素材，下次去接你的时候，来深吸一口气，不要。等等。如果你愿意跟对方继续发展的话，就转身。3、2、1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。是什么？拥抱。我爱你，你爱我。腮红是什么色号啊？哇，原来人体发出来的。这个颜色不错哎。